家庭风雨飘摇。你吵什么事儿啊？别放他，别吵了。生活重重磨难。爷，我这都是你。他在混沌中苦苦挣扎，是否能坚守心中那难以割舍的梦想？普法栏目剧十集励志迷你剧《我要飞》第二集正在播出。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这里是普法栏目剧，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啊，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的是十集的迷你剧集《我要飞》。我们说的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叫上进的农民兄弟，他想造一飞机，然后开着它啊飞向蓝天。村里边的人对他冷嘲热讽，说你高中都没毕业，你这不瞎胡闹吗？那造飞机不是过家家。但是呢，上进呢对这个造飞机充满了热情。话说呢，经过了一番的这个波折，终于是造出了一飞机了。可是这飞机呢没法飞，而且造飞机啊花了不少钱。上进的老婆呢叫赵小兰，两个人本来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呢是想去买房子改善一下居住环境的，现在呢也都被他拿来造了飞机了。赵小兰呢一怒之下说，咱不行咱就离婚啊，我过我的日子，你造你的飞机。现在对于上进来讲，比造飞机还困难的就是解决家庭矛盾的问题。再有一点，工作丢了，接下来他的生活又会如何继续呢？哎，我说你小子啊，你这都快变成桃花岛了吧？好干吧？还行。小栓他不是喜欢这个吗？我给他多沾点。来来，我帮你沾两片啊。还行吧？行吧。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嗯，孟哥你知道吧？是谁呀？孟哥，就是在外面跑生意那个啊。他呀想搞个名演队。嗯，嘿嘿，你不说我认识的人多吗？让我帮他张罗，我给他说了，让你也去试试。我去，这名演队演啥啊？哎，这可多了啊，你看唱歌、小品、魔术、杂技，反正啊你想不出来的都可以演。不是 我啥都不会。这哎呀，谁一生下来就会呀？ 啊你不是嗓子好吗？先唱唱歌嘛，唱歌那么简单。我看你平时没事的时候一个人不咿咿呀呀也哼吗？快点，哎呀，快点快点快点。可能我是不去算了。哎，你到这儿了你还跑什么跑？我特别带劲，我这时间来不及了，快快快快快！我跟你讲啊，明演队啊，好玩呢。哎，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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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小兰，你回来啦！妈，上进人呢？怎么没看上进呢？哎呀，小兰，你看你们娘俩一走这么好几天，他在家里闷着，什么都不干，这不。刚被大能给拉走了，你们回来就好啊，来走。妈，我这次回来就是想问问他，这个家他到底要不要了？要。我在家等了他好几天了，他也没来找我们。哎呀，如果说他不要这个家了，那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好可惜的。哎呀，小兰，他肯定要这家，可是他那脾气你也是知道的，他有什么事他闷在心里他不说出来。小兰，你找到他，你好好跟他谈谈啊，好跟他说，把事说开了就好了啊。小兰，那我现在就去找他，我跟他好好说。哎，小兰，你找到他你好好说啊啊，好好说啊。演出质量没问题啊！
行行，那就这样啊，明天中午到。好嘞，好，再见。这是峰哥啊，忙着呢。来来来，坐坐坐，这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上进。啊，峰哥好。这名字听着好熟啊，造飞机那个。啊，对对对对对，你也认识他？哎呀，方圆十几里地谁不知道他呀？哟，你小子挺出名啊，孟哥，孟哥，咱演出队不是插节目吗？我想让他来试试。他演什么？给我飞一圈？您开玩笑了吧？孟哥，您别看他不光手巧，嗓子也好呢，唱歌可棒了。要不今儿让他试一下？行吧，你别给我唱砸了你。有我在，能砸？只会越来越火呀。要不？让他试试，那试试吧。行，谢谢孟哥啊，谢谢谢谢。那我在那准备一下，您先忙着啊。哎，走。哎，会听还会唱，哎呀，我紧张，紧张什么紧张？我啥都不会呀，有什么不会的？忘词儿，你忘词儿有什么？你都忘了，人家还记得住不？啊？唱，不唱，好不容易来了啊，这才把机会给你捞到手。你又不唱了，你不让我下不来台吗？哎呀，简单，你找一首你最拿手的啊，上去一吼不就完了吗？我还是紧张。你，我就问你一句话，想不想挣钱吧？啊，那就结了吧。啊，赶紧下来唱首歌。那我唱首粤语歌啊，粤语歌。为什么唱粤语歌？反正他们也听不懂，忘词儿，他们也不知道。你小子这脑子就是好使啊！那行行行，等等，我带你感受一下舞台的气氛。来来来来，你看这节目热闹，来来来。小帅，你吃什么呢？啊，小栓，吃什么呢？啊，小栓，小栓，你吃什么呢？你给我吐出来，快点吐出来！小栓，快点吐出来呀、啊！你，小栓，小栓，小栓，你快点！小栓，来人呐！救人呐！来人呐！救命啊！我为什么就化不了你给我化的这种妆？我自己化的丑哪儿都不对。哎，要不然你以后当我那个什么，哎，人家说什么御用化妆师，哪个你呢？三弟，干嘛呢？马上到你了，过来过来过来，我看看，你怎么还没化妆啊？杨大美女。帮我这哥们儿画画，凭什么呀？哎呀，五营，我这不是都为了咱舞台效果吗？啊，别忘了啊，咱们可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啊！哎呀，我说姚大美女，你就是给他再怎么画，你能把他画成天仙？五营本来就是仙女啊，天仙，对吧？啊，长得本来就好看。是是是，那叫天生丽质啊。哎，行，你帮帮他吧，帮他这只蚂蚱，唧唧歪歪的，很。谢谢啊，仙女，来来，坐，快点啊，马上到你了，哎，不用太麻烦啊，能上台就行，赶紧啊，一会儿到你了。眼睛闭上吧。谢谢啊，谢谢，我先过去了啊。医生，医生。快看这孩子，这孩子怎么了？不知道出来什么东西啊。快来来来，放进来。过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倾听
远方的游子深情的呼唤，他思念着家乡与家乡的亲人，请听男声独唱《念亲恩》。看他，看他，这是谁唱啊？叫你相信啊！行了，相信。哎呦，我不是给你报幕了吗？你咋还在这儿干啥呀？丹丹，我紧张，紧张什么紧张？幕都报了，没人了，这个必须上了。到你那里不上行了，拿好，拿好，拿好了，我去，去，拿好了呢，站好了。哎。你别着急啊，那个小梁和尚庆很快就来了，你别着急啊。那小孙怎么样了？哎，医生，小孙怎么样了？这孩子吞下了一颗螺丝钉。小孙，妈，你没事吧？妈，怎么回事啊？妈，都怪我没看好他，他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摸出来个螺丝钉，他吞进了，他卡在喉咙了。他，小孙，你别碰他。要不是因为你成天坐那个飞机，打得满屋子都是小零件，小尚他能找到螺丝吗？他还把他吞下去了。别吵了，这小尚刚救回来，你们就别挡到他面上吵，行不行？都怪我，谁也不怪，怪我没用，我老了我没用，我不怪别人，我没用，没看好孩子我。那个医生，我想问一下，我儿子肚子里还会不会有别的东西？从他现在的情况来看，应该是没有了。如果有的话，他肯定会哭会闹。如果有什么小的异物的话，他也可以随大便排出。这个可以放心。那行，那谢谢你哈。哎，对了，你孩子都这么大了，怎么还不会说话？叫他也没什么反应。哎，我建议你们送他去大医院检查一下吧。这不是说男孩子说话都晚吗？这看着是吧？我也说不好，我反正呢是给你个建议，随你的便吧。小川，鸭子，鸭子，小鸭子，说。
哎，都怪我。怪我没看好孩子。妈，这事儿不能怪你，要怪就怪你上进。飞机零件弄得满屋子都是。那啥，咋又怪我了呢？那不怪你，怪谁呀？我又没有造飞机，怪你呢。怪我，都怪我。那啥，小兰。嗯。啊。我在医院的时候，医生跟我说，他说小山这么大了还不能说话，他建议咱们上大医院检查检查。他什么意思啊？他意思是小山是哑巴？小山他不可能是哑巴，男孩说话都盲，我知道的。呀，人家不是那个意思，他就说小山没彩呀。他当时都疼成那样了，他一个小孩能有多大反应啊？他这么一说吧，我也仔细想了想，反正我也说不好，就是觉得小山哪儿不对劲儿。哪儿不对劲啊？就是吧，我平时跟他玩的时候，他眼睛都不看我。妈，啊，你平时带小山多，你觉着呢？这小双还小呢，他哪能像大孩子那么反应灵敏呢？你看你小时候还不是一样的傻傻笨笨的，几岁了才能说话？这能有什么事儿？你别瞎说了。说说我的呢？什么事儿啊？你老让我给遇上呢，你真不知道我是不是上辈子做错什么？小兰，你别着急啊，你看那医生嘛，你到医院了，他肯定是要给你找点病出来，你没病他都说你有病。我还是觉着啊，还是上大医院检查检查，查了放心。小孩怎么了？啊，没事儿。到底怎么了？吐那个螺丝钉。啊！也取出来了。哎呦，吓死我了！你们先聊着，我进去了。啊，聊啊。哎哎。没事了吧？啊，没事。哎，这拿着。这干啥呢？这，哎呀，你拿着嘛。这是上次演出那工钱。啊，我知道是少了点儿。那你不也制长了一首歌吗？啊？哎，孟哥可说了啊。你这嗓子不错，就是得练练。你呀，自己上点心啊，多找两首歌给他弄熟了啊。回头演出我叫你，别那么愁眉苦脸的，这总算是个挣钱的活儿，对吧？慢慢来啊。你家孩子得的是自闭症，也叫孤独症。得这病的话呢，主要有三点：语言障碍、社交障碍和异常行为。具体表现呢，不理人，不说话，不看人，不和小朋友玩，等等等等。那这病怎么治啊？这病目前还没有彻底恢复的例子，只有尽早治疗才有恢复的可能性。现在市里面呢有一些这样的自闭症的恢复机构，你可以把孩子送去进行一些培训。别听医生胡说，那小孩子说话晚的多了去了。再说了，每个孩子性格不一样，哪能一个个都能说会道、见人就笑的呀？咱栓子没事儿，别自己吓自己啊。自己儿子最清楚，就是以前不知道怎么回事，
也因为他是说话晚了。你说咋就得这么个病？我也不知道，医生说是先天的。先天的？那意思说这天生就是个傻子，那这一辈子得让人照顾是不是？上进咋说？他啥意思啊？他能怎么打算啊？他现在连工作都没有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嘿，你说这么个没用的东西，按照我这脾气啊，早让他离婚了。你怎么现在还说这些风凉话呀？啊，离了有用吗？离了能把孩子病治好吗？你在城里认识人多，打听打听，看哪能治好这个病。你妹妹现在困难，你得多帮帮她。不是我这个。需要给妈说一声啊，拿着看看什么地方能治好孩子的病。哎，有啥就打电话啊，别憋着了。小山那病到底怎么回事啊？就是不会说话，不跟人交流。我也说不好，反正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哎呀，农村孩子那话少的多了去了。你忘了咱们小时候那说话不也半舌头吗？长大了自然就说利索了啊。等等吧，也许长大了会好呢。大娘，小山真的跟别人不一样。我打听过了，他这病啊得慢慢治，也许会好转，也许一辈子他只能这样了。当初别人跟我提过，我怎么就没注意到呢？我怎么没注意到这事儿呢？又发儿了？打自己有用啊？打自己能把小川治好啊？哎呀，慢慢来吧，啊？你有什么打算？大娘，我需要钱。我这两年倒是存了点钱，但是也不多，回头我找川给你拿啊，要是不够咱就想办法凑。大娘，你说现在演什么节目钱比较多呀？现在一般上来就唱歌，要不就是魔术小品，
但是差别都不大。你关键是你看你人不出名啊，然后你节目又不出格，钱就是多点也多不到哪儿去。大哥，你认识的人多，你在城里打听打听，看看有没有关于治这病的资料什么的，好不好？哎呀，行行行，我帮你打听打听。哎，对，刚成立的。哎呀，这不拉你过来入伙吗？哎，你要是来了，肯定是咱这边抬柱子啊。孟哥那家你放心，少不了啊。好好好，啊，你考虑一下啊。哎，不过别太久啊，我可是第一个给你打电话啊。你要是拖得太晚，那位置可就……啊，好好，那行，我马上等你信儿啊。哎，好嘞。哎呀，魔术变脸唱歌。哎，娟儿，你说咱找这波人也没什么特色呀啊，咱们队有的人家队都有，没什么新鲜的。你说这要真厉害的，哪个队都不愿意签，哪个队啊都排着队的请，几边跑哪边都不耽误。是啊，是这个道理。哎，娟儿，你说咱们怎么早两年就没想到搞这事儿呢？要是早搞这名演队啊，你说咱家这新房应该起了两栋了吧？啊啊！我说你啊，这就是脑子慢，还好现在还不晚。哎，那小少那病真的就治不好了？谁知道呢？他那病啊，说不准。你说他这该不会是遗传了上进吧？这上进啊，从小脑子就不好使。哎，我说你这娘们怎么长张嘴啊？除了吃饭不知道干点好事啊？能不能不要那么幸灾乐祸啊？事儿没落你头上，你这吃饱了撑的，晒着太阳还说风凉话呢啊？这事要是落你头上，没地儿哭去你。我说你怎么说话了你？我这刚怀上你就说这种话，快给我配了。我叫你给我配了。哎，行行行行行，怎么配配配配配？那这是我儿子，能那样吗？啊，对吧？啊，儿子哦，乖啊，好好长啊。哎，我说正事儿啊，隔两天啊，我想给上进家送点钱去。小善治那病得花不少钱，上进是我铁哥们儿，他那事儿我不能不管。这事儿啊，你自己看着办吧，咱能帮的都尽量帮。老婆真好。我的少林铁木棍烧香表演用。孩子没事吧？没事儿。哎，你那儿在流血啊？哦，练功练的。那回见。
多做件演出服吧。你想做什么样的呀？你帮我设计设计啊。哎呀，你先别做这个了。哎，等会儿，我这手上一堆活呢。哟，一堆活呢。又是给哪个县长镇长的夫人做衣服呀？哪儿来那么多县长镇长的呀？其实说实话，你们家的衣服啊就是好，那些商场的衣服啊质量好不好咱就不知道了，反正那价格啊太贵了，怪说不得他们扎着堆在你这做衣服。在我这儿做衣服不就图个实惠和心意吗？那咱姐妹俩那么好的关系，你就不能给我插个队啊？哎，你别做了。哎呀，你呀、啊，哎呀，你你看，你看，你看这个，这个，怎么样？我觉得这挺好的。不行，这面料太娇贵了，不适合你。你们成天去那些地方磨啊、蹭啊的，还没等上台呢，这衣服肯定就被勾得不成样子。那个呢？你手上做这个，这个。哎，哎，这纱你看，哎，就这个吧，你就按照这个给我做一个，这个好，真的，这不好了吗？嘿，试试。哎，小敏，我就说吧，这个合适，真好看。哎，你就比着这个给我做一下，真好看。这件啊，就是给你做的，满意吗？给我做的呀。是啊，满意吧？哎呦，我怎么能卖你呢，杨敏？哎，你要穿着这一身往台上那么一站，这气势，哎，你们皇后这范儿不就起来了吗？是不是？哎，小敏，你不做服装设计师真是太可惜了。你放心，以后我把迷眼队的人全拉到这儿来做衣服。爱我吧？爱不爱我？爱你。哎，对了，我昨天碰到你们表演队那个上镜了，不过他看起来脸色可不太好啊。他呀，他这人有点怪，从小就说要造什么飞机，前段时间听说造了一个载人的，在公路上试飞呢，你猜怎么着？没飞起来。他要造飞机？啊，哎呀，他这个人啊，说白了其实就是手巧，那个飞机模型倒是造了不少。是吗？第一次演出那天，你也看见了，他儿子把螺丝钉都吃进去了，后来送到医院，螺丝钉倒是取出来了，查出来得了自闭症，治那个病要花不少钱呢。他现在在我们队儿，什么活都接，什么脏活累活，搬东西运东西，反正都是他，那是活受罪。小白。听说这副中药效果很好，赶紧给孩子喝了啊！来来回回的都喝好几十副了，我闻着都想吐。没办法呀，只有喝呀。哎，喝吧，坐着喝。哎，你吐出来了。哎呀，要不咱们去看看针灸吧。听说石岩村那边有个老中医姓张，他针灸效果很好，人就有个失心病的那个疯子。小张又不是疯子，我那意思说，妈，算了，别折腾他了。怎么那么心安理得呢？你现在工作都没了，你还好意思在这弄这些没用的东西？现在小栓病了，你居然在这修收音机，你还有没有良心呢？不是，我也想多打听打听治小栓这个病怎么治，是不是？不，咱们这么乱七八糟整那个，也不知道对不对，是？那你就去打听啊。你成天在这修修修的，儿子脑袋能被你修好吗？是，这收音机是大能他爸的，搁这一直没修吗？不是，我已经跟大能说了，
他演出什么什么的都叫上我，他的那演出段活挺多的。尚静啊，不是我打击你，是我也想骗自己，说你现在找到事儿做了。可是就你每天拿回来那几十块钱，你能养活我们全家吗？那个啥，我尽量多赚点钱回来。我打听过了，市里边有这样的自闭症康复中心，但是一个月要好几千块，还不包括我去陪的费用。我想带小川去。小兰，咱家哪有这么多钱呢？是不是？要不这样，咱再攒攒，再想想别的办法，你看行吗？你买那个发动机，成千上万的，你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现在我儿子病了，没有钱。不，那飞机，那啥。我早就没做了，是不是？别吵了，你们两个别吵了，行不行？要不咱们再去打听打听，看这病怎么治，在哪儿治啊？尚静，这个家可全靠你了，你不能再糊涂了啊！你要是再糊涂，咱们这个家。砸锅卖铁，我要把我儿子病治好，我不可能让他一辈子像疯子一样活。你行不行啊？哎呀，没事儿，大能。你说没事就没事啊？这可是钢筋，你从来都没练过，万一出了事怎么办？大能，我需要钱。你不是说节目不出格不特别，孟哥舍不得花钱吗？你也不能为了钱把命都搭进去啊！要么你换个地方。没事啊，没事。真没事啊？没事，快准备上了啊！快快快快啊！行。哎，各位父老乡亲，刚才节目好不好看啊？我跟你们说啊，接下来这个节目啊更精彩。大家都知道那个中国的武术啊，那是一个国粹啊，名扬海外，外国人都佩服。那武术中间最厉害的什么呀？那就是硬气功。哎，今天呢，我们两兄弟就给大家带来一个硬气功的表演。看见了，我这兄弟手上拿了什么东西，给大家看看。一个钢筋啊，实打实的铁东西。待会儿呢，我这兄弟啊要把钢筋一头顶在自己的喉咙上，另外一头呢又顶在我旁边这个大锅子上。这可是百年老木头啊，200多斤的红木锅子。当然了，顶桌子这分量不够啊，不够精彩。今儿要玩就给大家玩绝的，怎么办呢？很简单啊，待会儿呢我就站在桌子上面。哎，我兄弟把我和桌子一起给顶起来，大家想想看。好嘞，开始了啊！看好了，兄弟。行不行？慢点啊！看好了啊！
坐。捂着啊，水呢？拿口水来。来，喝点水。慢点。你没事吧？哎呀，没事儿，能有什么事儿啊？上清台就是玩这噱头啊，故意挡给他们看的。哎，你吓死我们了！你晕倒那会儿还以为真出事了呢，感觉在这演戏呢。你演那么真干嘛？吓死人玩儿？你们没事，吓人呢在这。不是，他刚才真的晕倒了。你上进，你赶紧回家休息吧，一会儿这儿发炎了，要不上卫生所去。我这有支药，你先擦擦。啊！上面有这么多血，来，走，上医院，赶紧，来，小豹，我一起啊，快点。小栓误吞了螺丝钉，急救的过程当中啊，小栓不说话，引起了这个医生的注意，结果发现原来啊，这孩子是一个患有自闭症的孩子，这自闭症呢是一种比较严重的啊发育障碍性疾病。据说全世界每100到150个孩子里边就可能会有一个自闭症的患者，那这种孩子呢也有人叫他叫孤独症，还有人说他们是来自于星星的孩子，他自己心里边有自己一套想法，整个的交流方式和思维的方式和我们不一样，这样的患者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特效药或者一种特别好的治疗方法能够达到一种所谓的彻底治愈这么一个效果。小栓的病上进觉得很焦虑，眼下呢治病啊确实需要钱，这也是个很棘手的事儿。为了给孩子治病呢，上进不断的努力，他的这种努力呢也打动了和他仅仅有几面之缘的姚敏。但是呢，上进的努力在妻子赵小兰看来啊，他有点不务正业，疯疯癫癫，再加上要给小栓治病，这夫妻俩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大。那么接下来在家庭矛盾、生活困境的种种压力之下，上进还能不能坚持住他的这个梦想？还有他跟小兰的这个情感问题又会何去何从呢？你搞什么名啊？你这是啊？你再轻微点轻微点。自闭症儿童容易引发脑癫痫，会引起智力低下。这孩子这么着急，你留下不管了你？行，既然出来了，咱别回头了。你好，我是你哥哥的朋友，他约我过来的。我已经跟小兰找好对象了，我们已经在一块了。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我是王小磊，咱们明天见。